大部分的细胞都同时缺氧，跟我们以往看到的这个疾病或者是毒素中毒的样子不太一样，心脏衰竭，整个循环衰竭，甚至于脑部也会慢慢的失去作用。保存良好是非常的重要，有没有污染你要保存良好，就是在8度4度，它不会滋生，那你直接煮了不会有问题。周六晚间8点，请锁定台视新闻台热线追踪。